话，圣经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。当一个夜间子的譬喻，恁就听。既若听天国的道理的，也无晓悟的，正会歹的就到，将所压伫伊的心里唱起，这是压伫路边的，压伫石架的地的，这是人听道理，两边欢喜承受伊，总是内面无分，不过是暂时那样。到为着道理拄着有困难，困着两边着打，也伫试验内个，这是人听道理，也世间的话语，钱财的利益，正白迄个道理就无结实，也伫好土地个，这是人听道理来骄傲，伊实在结实，所结的有诶百倍，有诶六十倍。有的三十倍，愿主祝福咱，愿主的话，真侪咱脚前的灯。